嘿，可以说大声一点吗？不好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中间有一块，就是你刚刚哥有说到中间有一块是依照不同的影片的内容去更换的。对对，那一块的话就是专门，假如说啊。我们说明文是这样子，就是一个标准范本。那中间那一块的话，就是留着。你每一个影片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差异点嘛，就可能今天去士林夜市啊，明天去可能新庄夜市，后天去哪里夜市。所以你说明文如果有需要在那边做注解的话，就是那个地方做更换就好了。其他的就是标准模式，都不太需要动，因为其他的内容其实就是主要是要专门做 SEO 的。我会照你做的范本，对，然后全部都铺上去，然后铺上去以后，你再去修改中间空白的地方。哦，因为我之前都中间空白的地方，我之前都打在最前面，不是因为炫说 SEO 最强是前面吗？嘿嘿，基本上都是在最前面。哦，其实我现在等同于我要把以前最上面的那些全部移到现在整个中间这个地方。你等我今天帮你全部做更新以后，你先把那些内容 copy 下来，好，然后我今天帮你把说明文都更新过后以后，你再一个一个放到中间去。那其实我们如果整，我现在教你做的方式，其实你像是因为我们现在刚开始还不红，那你如果说等到频道有一定的 SEO 流量开始的话，你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关键字。这个就是说，你看现在肾结石，或者你去看阿神，或者是看我们所谓的安啾，他们现在基本上都没有放什么字，因为他们的名字就是一个关键字了。是，所以其实魏，我刚刚也有观察一下魏啊，魏他现在字就变少了，